的可以调光亮吗？总觉得好暗哦。还好吧。从这里面根本就看不出来是谁。其实我怕随便随便按就把它切掉。前方有新的人来了。对，就是要这样，要找你去。为什么至少我们家不用花租金费啊？这反正很贵，所以才想这样，超衰的。那往外放啊，耶！哎，交通费更贵，瞬间加500块，两个人加起来。而且看我礼拜天全家坐高铁，超贵的。今天早上去考多益啊，考完就回家。我们礼拜六要打架了，礼拜六。
棒的。他那边他受伤不算，然后再贴两个就好了。中山一有要去比大一杯吗？可是感觉，我想不起来。感觉他们很轻松打，感觉。很多传奇人物，比如说什么阿波罗啊、什么大刀啊，大刀不能去的。哦，那他哪一系的？玉尼。哦，我想起来，哦，那他毕业了吗？毕业了。他现在大概大七左右，应该算毕业了。Thank you.
手。